本宫的屈辱就系嚟自未有身孕，唔通你要我心平气和，睇住郑纯熙心高气傲，诞下王志，然后冇凭子贵，你自己让皇后再可以自把自为，无视本宫啊！你唔好忘记，你系冇所出嘅皇后。你睇啲宫心计二，深宫计，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